块，它大概占了它这个位置稀释的一个比例，大概1/2，也差不多也是在这个位置吧。然后咱可以确定再准一点，就是并不是完全在这个位置，可能会靠这边点，确定这个点，对吧？正好1/2，正好1/2，然后可以开始画最高通过站，对吧？拿着钢笔摆正姿势，然后开始往出画图。哦，它从上到下到哪截止呢？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吧。直线、陡线都无所谓，只要结构感比较强。大概在这儿，好，往过画，对吧？大概确定好它到哪儿就结束了。这几个1、2、3、4这么一个突出的一个建筑立面，它可以分清楚1、2、3、4，大概就在这个位置。这块呢，空出一段来，对吧？高低有变化，它这个不是根据透视近大远小啊，它自身的高低就有一个变化。大家要注意，随时画，随时调整，你不能说定死了以后就再也不改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画出来以后，哎，根据它这个透视一笔画出来，不要墨迹。该利索的时候利索，该墨迹的时候墨迹。我一般都没有墨迹的时候啊，一般都没有墨迹的时候。这块画完以后，哎，可以往这边往出延伸，根据整个透视，有些东西这个透视定不准，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看，哎，其实差不多就跟它是一条线。对吧？然后它具体有多少？大概先画一条，大概先画一条，搞定，搞定以后再从哪儿出发？是不是这块儿？在一个2层这么一个位置，对吧？然后咱看整体的高度一个变化，它上面空了1/3的距离，说明第2层在这儿，对吧？下来，第一层应该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跟它相距不是特别远。我到哪儿截止呢？你需要注意一下，大概在这块截止。在平常画图的时候，尤其是在夏天快到了，对吧？咱这个纸底下必须在电影容易出汗，出现一个阻力变大，然后出现整体画线条的时候出现一些小问题。调整这个尺和这个手臂的一个角度，然后不要出现大面积的转图。跟这条线接近平行，接近特别接近，咱就可以把它画平行，在这儿，对吧？往下画，好，它的位置我们就可以确定了。这块是不是又在1/2这么一个位置了？正常画出来就可以了，感觉比较平，对吧？如果大家对这个透视不太满意的话，就是说以后画这种透视的时候需要再注意什么呢？整个一个透视关系可以适当的再调整的大一点，就看你画什么样子的建筑。如果是又细又长的那种，又矮又胖的那种啊，又矮又胖的那种，咱就可以稍微画的稍微的。透视缓一点，如果是相对来说这个高宽比例不是特别大的，咱就可以画的稍微小一点。画出来，对吧？然后这个片儿透视也可以稍微加一下。还是那句话，随时画，随时做调整。咱预计到这儿不一定非得到这儿，你一定要把握好它整个一个关系。
整个这半部分基本上也出来了。咱之前有记得到必须画先画一层往上的结构，对吧？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画这个一层的时候不会出现遮挡关系，特别乱的一个遮挡关系。往下画，这块貌似有点不太对，画的有点近，就是这块画的有点近，没关系，出现一些小误差是可以有的。继续，把这边的也可以画出来。注意出头，对吧？然后整个建筑的大体块其实就确定了，确定出来以后，门前的两颗柱子其实也是可以画出来的。门前的柱子其实可以画出来的，大体关系就确定，确定了以后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，如果出现了你也改不了，这个要注意一下，看一下，这就是整体的一个结构都已经定好了，对吧？好，我看一下它那个前边的一些遮挡关系，比如说人呢，对吧？植物啊、车啊什么的，车的就不用画了，主要以人为主。人像一般画多高呢？像这种宫殿，对吧？人就画的稍微再矮一点，可以结合整个的一个一层那个距离开始画一下。突出出入口，对吧？穿大裤衩子的人，男青年。我们上课的时候不准穿吊带和这个背心进去，对吧？还有拖鞋，咱就拖鞋都不要了，直接给他光着脚，看能不能让进。他很明显，这张图是一个图书馆的图。然后继续，好，画投影的时候也难，不要画错。就比如说这块小面，你看面对吧？单人的。小牙齿的灯，对吧？主要是在这儿，这块它肯定也有。然后这块是不是也可以有？脑袋必须在一条线上下浮动。对吧？小气球完了，完了以后我发现，哎，这块是不是咱可以画一排什么植物，对吧？咱可以从这边出发到这边结束，咱可以定为一个一层的一个位置。每个一层的位置，带的透视，对吧？很微弱的一个透视。然后前面画植物，画植物的话是不是可以画一个花坛？建筑底线依然取平，对吧？之前建筑八步法里边给大家有提到过，建筑底线先画平。
画的漂亮一点，起到画龙点睛这么一个作用。对吧？先画成这样的就行，先画成这样子就行。看到哪块还需要画？貌似暂时先都不需要了，对吧？那咱就先把这个整个建筑立面再稍微丰富一下。想画直线的话就画特别直的那种，想画陡的话就稍微陡一点，但是结构的方面大家一定要突出来。结构方面一定要突出来，对吧？哦，看还有哪个部分需要再加一下。这边其实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需要，但主要是该加一下楼梯什么的，不是楼梯，是台阶。建筑底线上边咱还是只要是看到一个立面就行，不需要看到塌面，对吧？台阶上边是加一下人的。对吧？然后内部一个空间大家一定要定一下，从哪儿到哪儿截止。从哪儿到哪儿截止。入口部分一定要表现，这个没有商量。门画的时候要跟整体的一个比例稍微结合一下，不要画得太小。对吧？入口部分也有了，然后这块呢给它延起来就行。然后整体，这是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都定出来了，看哪块还需要加，再加一下，哪块还需要加再加一下。然后基本上我觉得应该算没有了吧，就剩下后期一些配景了，可以先大体的画一下。就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前进柱，还是按咱以前 W 这么一个画法，对吧？ W 这么一个画法，我们画，对吧？多个树干为主。身体树干的一个沿合，舞女不成枝，树干的包容
对吧？加出来，然后地面咱可以加灌木。地面咱可以加灌木，对吧？把它围起来。地面关系可以稍微处理一下，对吧？如何区分地面和树干呢？加一些小的树的材质，加完以后需要看一下还要注意什么，就比如说远景树咱可以稍微加一下，下边画的时候可以稍微慢一点，然后稍微舒服一点，跟这块有一个鲜明的对比，它就表现整个图面的一个转折。旁边对吧，然后添加完整，添加完整以后我们看下来就看建筑的一些简单的细节部分，就比如说啊，这块是一个什么材质的瓷砖形式存在的，如果大家怕画过来以后画不准就怎么办，先打二分之一的这种线，我慢慢慢慢解。这块对吧？下边这个玻璃采用大块玻璃，跟上边有一些区别，这就是在立体构成的时候大家也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。要这种刚刚好的情况一般是比较少的，摆正自己手臂整个一个位置，对吧？然后把它画出来，然后这个地方呢，画一下，这个地方画一下。这个地方画一下，画完以后它整个这个材质的分界完了，对吧？这么一个情况，thank you.
完成。该加的时候稍微加一下就行。我看那块还需要添加，比如说这什么位置。这种位置，这种位置，对吧？添加一下。这么一个情况，对吧？添加出来以后，这个立面咱适当也跟着画一下，不然的话会比较难看。突然出现一片空白的，特别大的。稍微添加一下就行。然后这块呢，加一下窗户。这边整个一个一排，这么一个形式，然后表现它前后关系，就完事儿了。下边呢，咱可以看一下，它有一个窗口。特别大，拍起来，对吧？我这个位置。补充完整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这块呢，有可能是比较大的一块玻璃幕墙。都是有格子这么一个形式组成的。图书馆可能稍微通透一点，对吧？大体这张图基本上就算完成了。然后把整个地面。稍微加一下，比如说这块你可以再加一些小格子，对吧？然后整张图面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效果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样基本上都是这么效果，是不是感觉地面上面比较空，对吧？这块怎么办呢？大家。跟着这个特别小的一个透视关系，整个地面加一下就行。其实很简单的，不要出现任何反透视的这么一个情况。这块呢，加一些柱子上边，对吧？可能贴到瓷砖。如果你感觉整个黑白灰关系处理的不是特别明显，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些阴影关系，不要加特别多，一般加在哪儿？加在这个暗部就行。
在大安谷，对吧？这块儿是办公室，简单的排线。简单的排线，然后这块儿呢，同时也是可以有的。大体把整个的一个面关系表现一下，不会感觉整个图面特别白，对吧？没有一个空间感和体积感，等待后期加马克就行。先把暗部先描出来，阴影部分其实就可以不用画了。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去弄这个，像这个大面积的这块儿啊，不应该怎么表现呢？都可以稍微勾一下。这种竖线，有一个疏密关系的变化。用一个抖线给它表现一下，跟整个一个结构线有所区分。这么一个变化，看整体这个黑白灰的一个关系基本上就有了。这块的话，也可以稍微加几笔。对吧？让它稍微丰富一点画面。画面稍微丰富一点，然后包括这块儿，咱可以把整个的一个材质先表现出来。这样子，这张图就算完成了。明白了吧？这个就是我们一张那个照片写生快速画法，这都用了半个小时，还简单的处理一下面样关系，对吧？只要要抓紧时间，就是说每个不同时间段内，它出的图是不一样的。如果给你2个小时画这张图，你应该画到多大的精细度？给你半个小时画，应该画到多大的精细度？给你30分钟画，画到多大精细度？人所投影加项。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然后最后拿橡皮把上边的一些废线什么的都擦掉，基本上就行了。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最终的一张图，大家明白了吧？行，下来自己好好跟着练习一下吧，就这样结束。那个，咱这节课过后，基本上就开始学马克了，就带入大家一个全新阶段了。希望大家可以把马克笔稍微准备一下，跟着一块儿画一下，然后往下移一下，对吧？我们最后达到的一个效果。感谢大家听我的课程，再见。